各位婚姻的乡亲，大家好，我是欣欣怡，欢迎收看今天的婚姻新闻。为了庆祝情人节，婚姻县政府特别和虎尾农会以及县内花农合作，在斗六火车站、北港文化中心等公共场所布置浪漫的花卉艺术作品，除了希望帮助花农振兴产业经济，更让来往的游客感受到满满的情人节气氛。今天到了火车站，让人看到美丽的花蕊装置艺术，才看到这些民众前来拍卡翕相。为了庆祝情人节来到，在到了火车站，不只在北港文化中心靠后61休息站，也拢有来做布置。说今天是情人节啊，就这样布置，感觉怎么样？真的很漂亮哎，色彩还蛮鲜艳的，然后感觉还蛮温暖的，很非常适合今天那个情人节的感觉。感觉很应景，对不对？对对，感觉应景。美丽的花卉，我相信哦，会让大家心情朵朵开哦。那我们这一次的话，除了在斗六火车站之外呢，其实我们在北港的文化中心，还有口福六一中心，我们都有展示。因为疫情关系，来影响到关内花蕊销售，又为了帮助花农拓展通路，分管处也向农委会争取产业振兴计划。这摆情人节活动也特别使用在地的蝴蝶兰、文心兰等花蕊，并配合花艺老师的创意来做设计。全年都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关系，所以呢，我们的花农花呢大概没有办法顺利的出口，所以我们透过跟农委会申请那希望透过这个花卉的装置呢可以增加我们很多的乡亲来购买我们的花那其中呢，我们透过我们的这个献花就是我们的蝴蝶兰那还有我们最棒的洋桔梗透过老师的这个巧手巧思然后那布置的非常的美轮美奂后尾点洋桔梗主要是以外销日本为主，但因为今年为五月开始三级警戒，依然无法度出口。现在透过广府协助开通电商平台，都会当来增加销售量，消费者更是会当来摕到上新鲜的花蕊。这段时间到现在，完全因为疫情三期完全没办法销售，确实造蛮大的一个冲击，所以我们也借由这个机会来开通由县政府来协助做一个电商的一个直销的通路。那目前也渐渐已经有拓展出去了也这个部分我们可能会持续的做，因为这个透过这个电商让消费者可以拿到很新鲜的花卉。透过花蕊整体艺术布置，都希望来庆祝情人节，同时也希望来帮助花农。目前伫到了火车站、北港文化中心靠后61休息站、花莲县政府后尾之一块，也拢会陆续完成布置，并来摆上2礼拜的时间，欢迎民众踊跃前往参观。记者江怡昌报道。